3310可以吧？勉强可以开低画质啦。来选角色，开局有两个角色可以选，我们选这个阿泽。好了，剩下的就是等待了。热狗想玩的话，记得先去事前预约啊，有预约有奖品啊。现在的建模真的是很精致。大概10年前还是韩国的建模比较好的，时代变了。那个市民们，我是正在14分街督导追捕行动的雅努斯区治安局长官。很抱歉，因为这里突发空洞灾害的关系，追捕工作受到了影响。我想提醒广大市民。我们正在追捕的是先前恐袭研究所案件的主谋赤牙帮一伙，他们都是非常危险的猛男。猛男啊，好！我是本台记者，我听不下去了，这些罪恶的一定要，只要发现他们的踪迹，就应该直接。好，处理这些猛男。记者先生，我还在通报案情中，请先让我。赤牙帮的兔，给我听好了，不要以为空洞能保护你们，治安局的空警队已经就位。一定会把你们给掉，对吧，长官？是窗户，尼克老大，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。但下面可是空洞啊！算了，能出去总会有办法。简单，交给我了。哇！跳弹了，窗户好像很坚固。可恶，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呢。这落地窗是强化防弹玻璃，万能事务所交通。为什么要在赤牙帮的地盘上偷东西？为什么啊，雪哥？这明明是我的弟兄们费尽千辛万苦才……这个保险箱是你们袭击研究所抢来的赃物吧？我们不过是接下了乌龟原主的委托而已，不要搞得像我们才是坏人一样。大家同为混迹街头的人，为什么突然要给条子卖命？很遗憾，那个就这样死了。我们不是治安局，不过当然有关系了。竟然敢指示人到赤牙帮的地盘上撒野，我不就必须要教训他一顿了吗？为什么要帮警察？真的不能把他还给我吗？那对赤牙帮来说非常重要，我可以用你们的命来跟你们交换。只为了对付3个人就全帮派荷枪实弹倾巢出动，这等一下，那个是闪光弹吗？是的，那是 GS2 型高流明军用闪光弹，爆发的亮度非常显眼。太好了，该起床了，比利。什么？请各位不要闭眼，起子。没错，就是我们凯老师最喜欢的闪光弹，这个很晕的哦。最终还是选择了反抗吗？这样一来，我不就只能把你们全宰了吗？你搞错了，贾库大叔，你的对手不是我们，是他哟。公安来喽！一名强光位置，已发现赤牙帮团伙。重复一遍，已发现赤牙帮团伙。请指示。老大，是条子的空警队。
刚刚的闪光弹是为了吸引震爆直升机的注意。终于察觉到了吗？现在该你选了，甲库大叔。是要在这里继续和我们纠缠，然后一起被治安局抓走，还是先撤退，让咱们都能有一条生路？该死的！我就看治安局怎么打进来啊，这窗户这么硬。驱虎吞狼可是兔子的智慧，不要怨恨我哟，大叔。什么？发现赤羊帮那帮啊？那你还等什么呀，长官？打不破啦！你没看过柯南是不是？正义师兄，小四，你看秦九开了这么多枪，摩天大楼有倒吗？完蛋！我要吵死我！哎，摩天大楼倒嘞！就是用那个什么 B51 重机枪吧。换用这一支啦。确认坠入空洞，先前进吧。我看一下有什么按键。受击不超过十次，这样打，福特攻击，OK， 明白。FPS 无上限，这就是 PC 的力量。灵敏度稍微低点点，语言是有很多可以改啊，我蛮喜欢英文的啊，你还有的英文都配得不错啊。右键是垫步，测试版没开放啊。是乙骸，这么快就出现了。角色怎么不能跳的？能量条满的时候可以累积能量，强化特殊技能。还有这个维治苗，哎，对，这怪是硬啊，不是看哪里打哪里的，会自动损坏的。模组是不是都差不多？现在它就是最顶的模组，业界标杆。铁轨、月台、车厢。是旧地铁枢纽站，那这里就是克里特空洞了。太好了，耳机没坏。这里是安比德马拉，万能事务所狡兔屋的正式雇员。因一起意外，我坠入了一个半深空洞中。可以跑啊，但我并未持有萝卜。我建议大家要玩游戏，有这个最好的品质，还是推荐使用 PC 啊。高达96.4%。我将以语音记录此行的遭遇，这样一来，即使我不幸遇害。或是被以太侵蚀变成了怪物，也能留下证据。要是我变成了僵尸，供后人调查。安比空洞求生记录第一条，从周遭环境可以确定，我正在克里特空洞的旧地铁枢纽站区域。这里地形复杂，若不谨慎判断前进方向，我获救的几率将下降37.8%。如果还有人怀疑空洞内空间错乱的性质，请以我的录音作为证据，向他们强调空洞的危险性。啊，这不是安比吗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也骗我。喂，
干嘛突然挥刀啊？遭遇了另一名理智个体，他看起来很像我的同事比利奇德。你在说些什么啊？就是我啊，比利啊。曾有调查员在空洞中遭遇过能模仿人类言行的蚁骸，调查员刚把蚁骸假冒的队友营救出空洞，那怪物就露出了真面目。确实有。城市付出了巨大的。我也遇过。最后，多亏一名勇敢的调查员舍弃自己，重新将蚁骸推回了空洞中，危机才得以解除。我们四个人一起行动的时候，我以为后面是队友，原来是狗。你刚刚说的那是电影吧？不是前不久才上映的惊悚片吧？那次事件的牺牲者凑成了一个长长的名单，我全都看完了。那个叫演职员表。提问，你最想和谁共进晚餐？共进晚餐？那当然是特摄片超级英雄新婚骑士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把头收起来。是午夜剧《傲天津》的主演莫妮卡大姐姐。警报解除，疑似比利奇德的个体正是本尊，与比利奇德会合能将我的生存几率提高 67.8% 以上。就说了是我本人了，距离我们掉下来已经过了不少时间，但他会舍得花钱去请救兵吗？那可是妮可老大。根据妮可惯性紧缩的手指模式，我认为你提出他可能不会搬救兵的质疑是有道理的。可恶，老大也掉下来了，我开始认真担心起来了。总之先不要胡思乱想，接下来的行程合作度过难关吧。开局先塑造角色嘛，一看就知道右边这个就是大哥，交给你，火力支援就交给我。左边这个就是随时要走的。看下大哥会什么，大哥会开枪啊。使用破甲弓的基本能力吧。可以啊，大哥出来砰砰比较实在啊。哎，按下这个按钮可以切换角色，按下空白键可以切换角色。我就安心多了。我也是。哎呀！哎呀！要我吗？他的散弹枪是真好啊。交给我吧。打僵尸还是看这个啊。要我吗？哎呀，攻击命中敌人可以获得宣响值，满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终极大招。终极大招，呆呆呆！命中！哎呀，好险好险，不好意思了，这无关个人恩怨，我们是常人，你们是怪物，我们注定相互为敌，我会瞄准弱点。能女僵尸难道无法理解吗？糟糕，我的坏子弹。朋友停下，暂停一下下。集中精神。小失误小失误。等等，那里有人啊。大手，保险箱在他脚边。还真是，太好。慢着，安比，你要干什么？抓住他，回收保险箱。先等等我。小灭，果然啊，已经被以太侵蚀了，
异变程度竟然这么深。小灭，还有挣扎意识，来不及了，以太晶体遍布全身，还有救吧，大嫂。他已经出现核了，糟糕，他马上要彻底乙骸化了。他头能拔吗？拔了。嘿，对，他还变得跟普通的杂鱼不一样。这家伙不好对付。了解。这东西随时要点燃星辰大海啊！哎呀，按下空白键可以发出极限资源来反弹敌人。哦，变形手腕，小心他的突刺。挥砍范围看起来也不小。你是靠我风筝。感受着无限的星光。直接送了一个大招，大招跟普攻是一个档次的。别动！复原了，这家伙的以太活性还在提升，继续进攻吗？不，现在的火力不适合跟他打消耗战。他这个子弹是会用完的。西开六。这游戏哪里可以买？你是买不到的，你有钱都玩不到啊！回到了四分街的现场，在半生轰动灾害出现后不久，附近一所据悉爆炸系治安局引发，在打击我刚完美配乐两次啊，所以他看起来没在打我。截至发稿时，赤牙帮首脑仍未归案，疑似坠入空洞。对此，治安局长官拒绝发表意见。没钱也是可以玩的、啊。但还没开放。我们将持续。不用再开了，新闻里说的爆炸，我就是当事人。事态紧急，比利、安比还有我的委托目标都掉进那个空洞了，我急需神将的帮助，这是我一生的请求。你好啊，尼克。下次如果能正常敲门进来，可以，我们的主角终于要登场了。总觉得每个月至少能听到三次啊，尼克，你一生的请求，先帮我摆脱这次危机，之后随便你们怎么取消都可以。拜托了，传奇神将反恶童，这次又闯什么祸了？妹妹蛮可爱的。有妹妹的感觉真不错。十八号，什么对话？招财猫，这是这一款的吉祥物。出动！很精致啊，这个。妹妹袜子只有一双啊，先别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哥哥，我确认过了，店外没有可疑人士。放心吧，我既没被跟踪，也没被盯梢，费尽力气才从十四分街现场混出来，就我一最好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市政换届选举快到了，风声紧得很。尤其抓捕神将的力度又加强了，甚至开通了专门的热线，还有……说正事吧，选举不重要啊，可以说正事了。我有委托，很重要的那种。也就是说，比利和安比掉进了空洞里，我要救他们出来，还得拿回委托人要的东西，
事出紧急，只有你们能帮我了。为什么不去空洞调查协会申请救援？我暂时不想被协会的人盯上，而且要喂饱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，赔上大半身家都不够。扔下员工啊？喂，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可是在营收里拨了好大一份用作员工意外救援预算呢。总而言之，员工意外保险给他保了好大一份，把我的人和我委托人的东西从空洞里平安带出来，标准的升降生意。做完这一单，我就把之前的全部赊账一次交清。妮可，再多给一点吧。你的欠款可已经拖了好几个月了，利息你也多少考虑一下吧。啊，好吧好吧，我这次委托的报酬也给你们分红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很好，事不宜迟。刚刚是不是有什么声音？你听错了。妮可，你就别逞强了，行修待会儿工作的时候还需要你帮忙运送伊艾斯到空洞附近。哦，不属你的帮不分身是吧？哥哥，你先帮妮可处理一下伤口。啊，不分身，我去调试 HDD 帮你做好潜入空洞的准备工作。那么开始做生意吧。 OK， 前往深渊追加新委托兔羽神。两个人的袜子都是两脚不一样的。空洞深潜系统 HDD。够钱买一脚啊。哦，模式还有分哦，剧情与战斗并重的模式。好，就这个正常模式出动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妮可，可以把 EIS 放进去了。 OK， 好了，小家伙，去吧去吧。奶奶，行了，我们的男主角衣服配件怎么感觉就比较少啊？哦，哥哥，可以开始吗？没问题啊，我的妹妹。潜入。僵尸还在追啊！大哥，上方快超标了，只要向你找近了。来了，准备迎击。都下来了，那不是我人。喂，两位，快来这边。两位，辛苦了。戴着围巾，说人话的邦布。啊！难道你是？已经听不见那个上级乙骸的声音了。太好了，我感觉脚上的液压感都要跑断了。我提议现在适当休整一下，请问可以吗，升降？我建议直接撤退，我已经躺好了。正好 EIS 也需要调试一下，我就先躺下了。嗯，升降，你和比利先休息。刚才真是惊险，多亏店长你及时救场带我们逃脱那里，真不愧是法厄同。这是我应该收的钱，这是神将应该做的。本以为妮可会为了节省开支让我们自谋生路，没想到会请来大名鼎鼎的法厄同。如果不是神将你来了，我们恐怕无法逃离那个乙骸的领地。说到这个，最初和店长你们合作时我就想问了，这么厉害的技术，就算是治安局和空洞调查协会也做不到。哎，
但一毛都还没收到啊。为什么不加入调查协会吃香的喝辣的？和我们这样的盗洞客合作，怎么想都是风险大于收益吧。开发票赚得很。女孩的声音。那这么快？我刚准备躺下来。必须撤离。或者比利，你想永远躺在这里也行。明年我会把星辉骑士星座的腰带供在你的墓前。不要用你的扑克脸讲这种话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。OK， 准备出发吧，跟紧我。路上的战斗交给我们。嗯，店长你就专心带路吧。这跟妹妹比起来也是不错、啊。距离最近的出口位置，妹妹比较活泼一点呢、啊。走右侧路径吧，哥哥。店长，引路就拜托你了。走右侧路径。哦，这样子走路、啊。让我测算一下前方的区域，稍等。还好，没有危险的野孩追来。OK， 迷宫是吧？小出口，继续前进吧。是空洞的观测数据，多多益善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可以拿到观测资料，还有，反正是可以捡道具啊。楼下有休息区，好，钱全捡了。有移动步数的限制吗？全拿。哎，对。一二三，店长，麻烦你带路。怎么每次都是这个女角出来走路啊？让我们的比利出来走路一下。看一下比例走秀啊！小心偷袭！偷袭！哎呀！交给我吧！还是这个双枪用起来比较爽。前方休息区，先捡个钱。啊，这震动是？神将，乙骸追上来了。乙骸追上来了。没事的，先跟我来这里。没问题，打他。敢追上来啊！虽然你们换了个名字，但其实还是僵尸啊！追上来也是没有用的、啊。雷电剑。为什么他都会自动援助攻击？看我的角色打一打会断招。哎，对，被偷袭了。快去修理一下。交给我吧。好吧，这也是种解决方案。OK， 解决。这个酷鬼器可以利用一下，循着轨道前行，效率更高。哦，还有加速器啊！正在扫描安全阀门数据，系统日志显示，开启阀门的条件是支付预设数额的齿轮硬币。付钱。
我要付多少？1500块。你来开锁。在空洞里还要求我们用钱开路？就算我答应，星辉骑士也不会答应。就算星辉骑士答应，尼克老大也不会答应。记住了，星辉荣耀会赢。检测到代理人比利高举配枪，正在用枪托猛砸向阀门的锁扣。检测到阀门打开，假如是勇者也一定会这样做的。吐死我了。这样开锁效率高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是个厉害的家伙，大僵尸。比利，你可以起鸡皮疙瘩。第二一个，比利，还是专心对付敌人吧。比利，快点去！不用着急啊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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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全速执行，全速执行，了解。你都能执行，可前面是墙啊，要撞破吗？不用担心，按照哥哥说的做吧。这个声音，哦，是法厄头的另一位。灵，你总算上线了。比利，安比，能听见吗？全速前进，大。你们知道，空洞内的空间是无序混乱的。生路看起来像死路，换顶墙壁了。谢谢你，宝贵。总之，出去后逃离的路径也安排好了，哥哥，可以切断感官同步了。祝两位好运，祝两位好运。前有换顶墙壁，它变成普通的帮布了。为什么这种关键时刻要解除附身状态啊？笔直前进，冲击预备姿势。要撞上了！以太的压迫感消失了，出来了。我们前有幻影墙壁，敬请见证。时间和地点还真跟法厄同的家伙说的一模一样。喂，你们俩，快上车！尼克老大。委托物哦，委托物还留在里面啊，不管啦。你们来了，时机刚好。妮可，你们回来的也太快了吧。没有啊，我们只是经过了普通绿灯以及二之威255的绿灯。安比，二之威255的绿是什么样的？和你的夹克一样。妮可，我们已经把人救出来了，现在可以付欠款了吧？等一下，请你付钱。我的委托可是把我的人和要的东西都带出来。放心吧，妮可，我们记着呢。刚才只是和你开个玩笑。
我就知道法厄同做事最靠谱，最讲信用了。按照撤离前目击的情况，目标保险箱处在一个高威胁乙骸的活动范围内。怀斯塔学会的乙骸图鉴登记名杜拉罕，是上级乙骸个体。没错，就是那个。赤牙帮的老大运气不太好，被烈性乙态物质侵蚀。我和安比试过硬抢保险箱，但那家伙实力不一般。尼克拉大只的僵尸啊！话说那个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哼，马上就可以知道了。看看这。这里有一个 USB。很精致的饰品，谢谢你送给我，不过价值不够抵扣欠款哦。想什么呢？这是个小型存储装置，是我之前调查过，那个臭大叔一直把这数据盘揣在身上，哼，我相信一定和保险箱的密码有关。不过他好像遭到了一定的损坏。对哦，盘身部位都烧焦了。法厄同，你们能想想办法吗？HDD 的性能基本都用来处理空洞数据了。哥哥，我倒是可以借助神网的算力修复试试。很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们会先设法调查保险箱在空洞里的位置，在我联络你们进行回收行动之前啊，别忘了导出数据的事哦。再见，店长。再会。不付钱又走了。开个分身账号给你折扣，还要折扣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妮可加入队伍啦。比利这个装备确实也是不错，有全配音有啊，到正式版就有全配音啦，现在测试版啊，我们这偷跑版哦。去找林聊聊，妹妹啊，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呢？开个新的分身吧。打开这个，创一个分身账号。选择求助资讯。物流出了事故，快递掉了，我接了。哦，这边是类似成就表的东西，嗯，管他的，一键领取。荞麦面的乔师傅啊 ，OK， 好，去找这个乔师傅。工作台已经解锁了。我看一下，这里有各种的功能软体，合作者档案情报。这比例有188公分哦，刚怎么没看出来有这么高。还有这个信赖度回忆，图鉴还没开启。 OK， 出门去看看。还没抽卡，米哈游有在让你抽卡的吗？免费爽爽玩。
连外面的角色都是有头有脸的、欸。外面的角色都这么精致啊！狗狗、狗头人，先来这里玩刮刮乐。哎，对，这狗还会舔。每天可以玩一次免费刮刮乐，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中了8888，每天一次哦。去看一下拉面店。拉面店是机器人啊，我订购的食材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送来，天马快递把我的菜送到空洞里面去了。刚才有个叫做 God JJ 的人已经接单了，嗯，是我。好，去把货车司机找出来。熊猫，熊猫先生，怎么这么多高中生啊？难比在这里。他在这边买一些好吃的雪糕乐园。会 win 说啥，这里都是高中生啊，还有像你们这种的私自社畜。老板能发现我在偷懒吗？嗯，没这么聪明。有人随地拉爬爬，太扯啦，一定是刚刚那条狗啊。哦，委托人在这里啊。嗯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委托人也是活力满满呐。有新门路可以进到新的玩具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新门路的出入口被挡住了，我派去的帮手也已经没消息了，老地方见。哦吼，音乐玩具啊，你说的对。新装备，看看阴极的使用方式。随时可以战斗。啊，他是确实是比前面的胖了一点。强化。OK， 把比例强化。比例一看就知道，神脚。充电一分钟，战斗半小时。终结技电光辉斩。随时可以战斗。打赢的话你请客。来看有什么角色，有这个猫猫洛璃，还有闪光，别想看我，巨锤老鼠。听从您的命令。哎呦，狮子人，
我只负责技术相关。还有这个大姐姐型的、尾巴该护理了。鲨鱼，还有鲨鱼。女仆长丽娜，为您服务。别好意思吧，主人，九位。对不起。毕竟是一个机械的世界啊。该开工了。哎，这个基德需要帮忙吗？哎呦，大熊，苍角，重火力的、这个小恶魔也是重火力的，不错。目前他测试版的话，这几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8只，目前有18只角色，随时可以战斗。金辉，即将闪耀。我有2把枪，双倍准头。并非急迫角色就无法触发这个效果。即将闪耀。狡兔出手，万事无忧。这一只是支援型的角色。有事？我有2把枪，双倍准头。OK， 升级，突破，突破需要这个。金辉，即将闪耀。邮件里面有什么好料的？有补给哦。energy 那可以拿来抽装备的。那你看，免费，完全免费。回家处理委托。免费就是赞啦。圆哦，圆月很好啊，都是免费的啊。免费游戏我的最爱，可以开始调频了。常驻频道，这个可以快速获得代理人或者引擎。嗯，10抽限定，我要几抽？来，几个朋友。电池爆一个，有一个 A 啊、这都是装备啊。装备好啊，虽然还不知道哪个装备是有用的。电池爆34。嘿嘿，苍角前来报道，请多指教。得到了一个苍角，苍角动，洛璃，他可不是洛璃啊，一看这个就知道活几百岁的。找出情吗？管饭吗？是蛮可爱的、安全的，安全的，来来了，出好料的 S， 4个 A，
右军十分订阅，好爽四个 A， 四个 A 打不打得过通花？那肯定打得过啊 ，A 级装备。我安东，钻探业绩全司第二，还来到了一个帅哥角色。轮到我们了，兄弟。薛烂。打桩机耶，来吧！按着发型，感觉打牌的。啊，这边是专门抽装备的啊，这边是专门抽角色的。然后这边是混合池，永久开放。现在给我们展示的这一只米老鼠现在是 double 是不是？好，全买了，看一下，可以抽四次哎。没有吧？里面有一颗球，好，又出角色了，兄弟，薛烂。兄弟又抽到你啦，赞啦，打桩机我的最爱。要抽几命，但不管要抽几命都很简单啦、啊、要抽几命是很难的事吗？星辉即将闪耀，来吧，要出，轮到我们了，兄弟。来，马上把它拿来升级，天赋解锁A B C D E F， 几率这么高，很难不中的、啊。鳄鱼强攻角色，他能不能直接推荐我适合的啊？管他的，先装这一颗。有中吗？中啦！真奖励，轮到我们了，熊出货啦，想要的角色都来啦，把这只也拿来用好了。你是支援角吗？你是支援型的角色哦，上面就是比较推荐的。好，管他的，先装第一颗就对了。蓝精灵，蓝精灵还有个面具的哦，帅的哦。找出情吗？滚蛋吧！开始深潜。花钱买保底，怎么可能？我看人家用那个免费的200抽，不就可以把想要的东西抽满了吗？什么黄泉满命全部都有。喂，听得见吗，妮可？可以把 ES 放进去了。OK， 好了，小家伙，去吧去吧。哪能？行了，你们家帮部已经出发了。嗯，哥哥。光选到上一章节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听不见那个上级野孩的声音了。哭啊！选错章节啦！紧急退出。
看一下我要解的是哪一个，探索委托，战斗委托。我现在要解的应该是两个都解。星辉即将闪耀，要出勤吗？敢问吗？我有粮。苍角到。要出勤吗？选择按钮在右边呢、啊。时空开始。星辉，星辉骑士，出发。这三只。今天哦，今天要来好好的爽这款呐、啊，只有今天玩得到啊！没有发现敌人，要跑这个电视，这个也不用理啊，一直往前走。新的可用路径已标记，走吧。走，直走。之后就得等正式版啦、啊、我们的偷跑版只能偷跑一天啊。挥剑好慢哦。东西还可以当锤子来用的。来了！好嘞！好！耶！好！下！来！耶！啊！打打打打打打打！一箭扫荡啊，你打得过当然就可以一箭扫荡啊。哥哥，拿到东西后就从这里离开吧。OK， 去中间捡东西，然后从那边离开。每天都要刷满啊，那肯定啊，这才叫认真玩游戏啊。难道你们对游戏都没有热情了吗？老痛了，来了，打桩机，别发愣，太让我失望了，以前的你们还会每天上一下，现在竟然变得这么懒，好好的向我学习啊。我可是会把游戏的每个活动都参加，每个奖励都领满。好像是为列车分轨用的设施。啊，这个按下去可以转过来。看来要持续施力呢。有没有合适的重物？哦，要搬石头。啊，是废弃的建筑材料吗？这分量足够压住分轨器了。把它推过去吧。小心别推到边缘。现在还有推箱子环节，旁边那是重置按钮嘛。确实要是有人推不好，箱子卡住了，那就尴尬了。
检测到货箱外观与搜寻目标匹配，当前任务已完成。很好，东西拿到了，现在可以回去了。现在可以回家喽。新的可用路径已标记，走吧。有仓库翻多好啊。确认一下这个怪物吗？对啊，让你有动动脑环节啊。捅下去！该干活了，火车！这角色的女角都会在大腿上面绑东西。来喽！我试着无限的星光，都会绑一个袋子。这就是时尚啊！你没有脑子哦，玩了就会长脑子啦，他会细心的教导你玩。猛男不错啊，这个猛男破坏力蛮巨大的。接通了。好嘞，那么开始做生意吧。这个 AOE 舒服的。三人联合技。直接爆锤！但我到现在还没看懂联合技的触发条件。支援了！我这个招式很爽。完美回避之后可以打一套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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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闪闪闪战斗烦恼，哈！幸亏不灭，小心，叫我吗？好嘞。对啊 ，B 站多看呐、啊，多看就可以把铁道看完了、啊，剧情就是好啊。哎，司机你怎么样了？司机已经跑掉了。OK， 把他给接出来。台的档案，回去告诉乔师傅。不用氪金，哪一款要氪金的、啊？你只要多玩这种游戏，你只要肯多玩就好了。偶尔买张月卡支持一下，就够了。
我是都会买月卡支持这些游戏啊，回归初衷啊。大家都平安无事啊。哎，今天要吃点什么？今天想吃什么？乔普师傅亲自给你做。哦，今天我想来一个，好多种啊！但今天只能吃草本汤面、蔬菜拉面。听说日本有一个连锁店的蔬菜拉面超好吃的，什么八号拉面。哈哈，没有叉烧肉，但是有荷包蛋。你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啊！小妹妹，你在等什么呢？有没有轻松又不累的打工呢？女仆咖啡厅。咖啡厅哦，那是赚不多啊。姐姐又在等什么呢？她在等公车，旁边又有一个小妹妹。补习班很累啊，这个在认真上课的。这里有一个走路像僵尸的，还有一个伯伯，僵尸已经不会说话了。走夜路真是令人不安，感觉都会有僵尸埋伏在街角。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这僵尸要走去哪里？僵尸去上班啦！露西，我回来了，可以转告老板了。新玩具马上就能上架了，不管是要新的强大玩具，还是要拆解旧的玩具，都可以尽力满足。有需要就到店里来吧，那个孩子会招待你们的。这种玩具的玩法哦，我也是不太懂啊，我们一起研究啊。玩偶，欢迎欢迎，来点什么吧。兔兔能量，引擎回收。来加经验值，回收可以拿到加经验值的。OK， 明白。暂时不需要，先跑主线。收到私讯就回点什么，通常收到这种东西我都会比个赞啊。妹妹打字这么快啊，好，妹妹在想我啦，赶紧回家。怎么又有个小姐姐在走夜路啊？她也要去上班啊，跟大凯去同一个地方啊。这个男的也像僵尸啊，这些要去上班的长得都像僵尸啊。上班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吗？你看这个也像僵尸啊。这边倒是有快乐的在玩 PSP 的这个学生党。还有刚放学的这个国中生。还有更多的社畜。
小妹妹很害怕。把跳跳糖放到炸弹可乐里面，会不会像火山一样喷出来？好玩的，曼陀罗炸可乐。这一次的工作不简单，让我来看看这一次的工作。得到了40块、20000块、模组两个。讨论接下来的计划，去车库。车库。小队压力值每到达110，会获得一个侵蚀症状。这一款还有压力值啊，有圣值的。你看每个这个女角这个腿上都有绑点东西的，都是有做造型的。你们来了，保险箱的下落已经查清楚了。你是问数据盘吗？当然是已经顺利修复了，而且就像妮可之前猜的那样，里面果然存着保险箱的数字密码。好了，各位，多亏了神将的帮助。安比，说明一下计划。好的，各位，说明计划，进去打倒他。行动计划是把东西拿回来，进入克里特空洞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那摊开这个新艾利都地图有什么特别用意吗？妮可说，让我们拿出些专业的样子来，不能让合作者看扁了。不然事成后不好删除。哎呀，怎么又说多余的话了？比利，为什么你不看着点儿？不怪我呀，妮可老大，我不知道安比准备的专业会议是这样。哇、哦，难怪集合前他看了好几段刑侦电影的开会片段。那个，我们都听得到。放心，一毛都不能少。总之，目标就像安比说的那样。简单明了，找到保险箱，抢回来。从外界没有手段可以查看空洞内的实时状况。OK， 出动。好爽，自动门。家里有自动门的感觉真的很舒服。兔与神，神与兔。啊，剧情模式还不能换人哦，而且你们怎么被强制升到10级啊？好了，成功进入空洞。赶紧去找我的保险箱吧。免费升级。话说回来，妮可老大，你是找谁查到的保险箱位置啊？哈哈，这可是商业机密。有工作小精灵帮你去。怎么能轻易讲出来呢？对呀，你就把你的工作分给小精灵啊。不过嘛，在场的也都是自己人。看要怎么分嘛。我倒是可以稍微透露你们一点点了。你多接几个工作，然后把工作都分摊给小精灵，然后再抽一点点。洗耳恭听。哇。哥哥，你竟然没有拆台，是因为知道妮可在这时候脸皮意外的薄吗？说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在调查协会里有几个熟人，我给了他们一些无法拒绝的条件，让他们帮忙比对这个空洞最近两次异变的数据。无法拒绝的条件呢、啊？这么多的钱呢、啊？让他们帮忙比对这个空洞最近两次异变的数据。不愧是妮可老大。啊！你们怎么又说一遍？神将，你愣着干嘛？该出发喽！那个上级野孩的信号就在不远处，请先抵达此处，方便继续定位。OK， 来，大僵尸。毕竟这路上有敌人盘踞，大家小心应对。
让我来试试这个尼可。保险箱的信号越来越近了。尼可尼可尼。好啊，你这个枪好好用多了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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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吗？刚来这就是啊。没错。这表示我们已经到达，对吧，绳匠？没错。哦，对，你说的是。法儿童，我刚刚说什么你完全没在听吧？这是对待老主顾的态度吗？零，能听到吗 ？HDD 连接不太稳定。我听到了。让我看看，请稍等，我同步调试一下。店长，我们要继续走吗？各位，空洞活性好像有点影响 HDD 的信号。拥有两把刀，一把刀加一把剑呐、啊，这就看到了。是。连线不稳定。等一下，目标的位置好像发生了变化。毕竟不能指望怪物待在原地呢。更多的怪物。这是系统出故障了？难道是显示设备异常？稍等，我调整一下 HDD 的设备。临时调用了后备显示器，尺寸什么的。将就一下吧，妮可，你们状态还好吗？就是要有这么顶的 VPN。那这一群啊，今天没有这一群啊，大家都在忙啊，在试玩这一款最新的游戏啊。干得不错，比利。大家记得去事前预约啊，这样你今年就可以玩得到了。老米的游戏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就算你不玩，账号冲起来放着，也都是很赚的。免费的东西拿到手软。妮可，安比，比利，等等，为什么大家的信号离线了？安比、比利、妮可都走了，全部都被做成僵尸了。哥哥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不是我主动回来的，是被弹出来了。HDD 和空洞内的连接断开了。赶快开始紧急调试，自动登出了。不行啊，
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，还是没办法恢复连接。奇怪，按说 HDD 用的技术应该没那么容易受空洞活性影响才对。不过最麻烦的是妮可他们，现在除了 HDD 根本没有其他联络空洞内的手段。没有萝卜，也没有绳匠，就算他们有以太噬性体质，在空洞里待太久也会被侵蚀的。接下来只剩下一个办法了，重启试试。不是有这样的玄学吗？只要切断电源，稍等片刻，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你不是已经强制关机了吗？为什么系统界面还亮着？难道说无法连接？并不是这边的原因。我还以为你们永远都发现不了呢，发个头。关机了，电脑还亮着。大名鼎鼎的神将法厄同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，这个系统现在归我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我要保险箱的密码。不能让这家伙控制 HDD。得想个办法把系统夺回来。来啊，骇客对决啊！你以为只要动作轻，我就察觉不到你在试图把系统夺回去吗？虽然你这么说，可不知道的东西就是不知道嘛。好，回答错误，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现在被我操控的这台设备，对你们来说似乎很重要。等等，这家伙难道是想……撒谎的惩罚，一听就知道啦，这是花火啊！哎，还把我电脑格式化啦！不要，阿尔法数据站，我的电脑！明白了吗？只要我动动手指，你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零和一。这次先处理一部分，记清楚，你们的命运现在在我手里。你们的客户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，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，也就是那个保险箱。我很清楚你们从白老的数据盘里拿到了箱子的密码。这个可恶的家伙，这可恶的花火。哦，说起你们的客户，刚才正好录到了不错的东西。法厄同，我把东西给你们传过去了，视频存取的功能还给你们留着。别的没接，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可用的设备？好，我去把视频转录到录像带里。妮可妮可妮，这怎么放不出来啊？无法播放啊！你要放正常的才有办法。我们的系统竟然被害了，一定跟妮可有关系。我帮你格式化了，感谢你的抖内。不要挡路！三个神秘的身影还在打僵尸。侧翼。喂，这么走真的是对的吗？店长到底怎么回事？一直沉默着，自顾自的走着，也完全没有规避战斗的意思。啊，神将，生气了，因为妮可付定金时杀价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吧。哎，不付钱我就不说话。还不是呢。奇怪了，从进入空洞开始，他就完全不像是在引导的样子。难道是外面遇到麻烦了？喂，你是不是遇上了什么？负责要杀人呢。不要过去！可恶，挡住他们，保护神将。神将，神将！可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真是的，今天怎么会这么倒霉？动手！还是这只火力够啊！付出！
哎呦 ，Kent， 丹尼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没问题啊，这一定行的。天雷之眼 ，OK。有啦，再试一次，他还是等等再帮你看。那些遗骸还在，和追着我们要房租的房东有的一拼。其实时间又到了呀，我们已经待够四轮空洞内安全活动推荐时间了呢。哼，要是再不恢复过来，你就永远也别想拿到欠款了。藏起来。什么？那些怪物又来了？不是遗骸，是空洞调查团队。前方。什么嘛？是调查员啊！公安来了。调查员？有救了你，克老大！他们是调查协会的人，他们有萝卜。我们可以向他们求助，跟着他们离开空洞啊！说什么傻话？你没看见那些治安局的随行人员吗？我们可是盗洞客，就算跟他们出去了，也只会被抓走监禁起来。只有我们的话，或许会那样，但是加上他的话，还记得吗？治安局的政策，只要检举绳匠，就能戴罪立功。对呀，连钱都不用付了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比蒂的提议具备相当的可行性，利用绳匠的身份交换我们的安全，再一次，或者是继续徘徊在这里，等邦布恢复。尼克老大，我不会逼你选择，究竟要怎么办？我们听你的。再一次，不用担心。尼克老大，别叫了，这里不适合久留。走吧。卖一个队友换一条命呢。不得不说，我被感动了。绳匠和盗洞客从调查协会眼里都为了保护法厄同的身份秘密啊，可惜了。好了，密码就是566了。我输了，我告诉你密码。哥哥，你这是？但要把密码给你，我需要先拿到系统使用权才行。怎么还在讨价还价？你先别着急，密码是借助神网的算力恢复的，在神网有备份。对啊，电脑里有备份呢、啊。我们就能把密码。这不可能，神将盗洞客都是诡计多端的人。等等，把你们的神网账号交出来。怎么不回话？差点忘了，神网是神将事业的根基。不过要想救空洞里的那几个，还想盗我账号，可要考虑快点。到电脑格式化了，还想盗我账号？他们在空洞里待久了。我们把神网账号交给你，我们的系统被你损坏了，谁来救他们？我承诺一定会救他们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好，我给你神网账号，如果你敢食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竟然连元刃争霸页面都传来了。我们想问个问题。看在你们这么配合的份上，我心情很好。问吧。你是不是花火？那保险箱里到底是什么？是你们这样的人永远也没资格接触的东西。你们知道空洞随时都在变化，逃生用的萝卜是计算海量的空洞数据得出的，但空洞观测设备会不断累积误差，为保证数据有效性，每过几天就必须使用一份特殊的空洞母本数据校准。保险箱里的东西大概就相当于另一份罗塞塔数据。相当于另一份罗塞塔数据的话，
看来对官方而言很敏感。弄不好他可是能撼动血海里中的根基呢。好了，福利时间结束。你已经激活神教的认证身份了吗？没错，原来是政府的人啊。说起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。喂喂喂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们的问题是，既然你黑客技术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直接从我们的系统里窃走密码？知道密码在神网有备份后，为什么不直接黑住神网去抢？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们。仔细想想，除了控制我们的系统，你没有执行其他任何黑客该有的策略，反而像一个绑架犯一样。继续嘲讽。看来你的水平不过如此，你根本没有宣称的那样厉害。你菜得很。闭上你们的臭嘴，告诉我备份地址。哎呀，不要激动嘛，神秘黑客，你最好听听看，周围是不是有警笛声啦？你们做了什么？只是尽一下新艾丽都好市民的义务罢了。警察到喽！神教选举临近，官方号召市民们积极检举神教、盗洞客等危险分子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刚才到底做了什么？准确的说，是通过专门热线向治安局提供了某个神网账号的准确信息。原来是这样，早就算计好了，为了让我上钩，竟然不惜抛弃法厄童的身份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们可没有抛弃法厄童的身份，只不过是舍弃了一个账号。这一切没完，你们会付出代价的。警察效率这么好啊，抓走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现在 HDD 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下了。哥哥辛苦了。嗯，你也是。说起来妮可妮可妮，你刚才演的还挺像的。妮可妮可妮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突然对着黑客来一句我告诉你密码，就不怕我反应不过来吗？怎么会呢，毕竟我们可是法厄童啊。好了，恢复联系，让我们把妮可他们救出来吧。我来帮你看一下你的妮可妮可妮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。这妮可妮可妮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异常啊。妮可妮可妮，妮可妮可妮，没有异常。哎，再一次给你检查了一次，没有异常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影片放不出来啊。好，但我们要先去救人啊。万幸，系统控制权夺回来了，不过还得想办法重新链接 EIS 那边。重新连线，手动充电吧，妮可他们还在等着。哇哦，推箱子环节啊。哎呀，我推箱大师啊。这要不是像我这样的解谜天才，确实会遇到一点难度。我的兔子怎么不见了？兔子跑出来了。很好，这样就捕捉到了本地数据信号。已开放外部连接，完成了 ，HDD 系统重新连线。太好了，妮可他们的信号还在，人还活着。我们过去吧。啊呜！我被空洞侵蚀变成怪物了，
啊呜啊呜！喂，安比，别咬我的手啊！你不嫌硌牙吗？抱歉，想开个玩笑，让妮可开心一下的。再次确认，我不擅长这个。不过也确实啊，你变成僵尸了。咱们在空洞里待久了，就算有以太噬性体质，也只是慢一点变成怪物罢了。啊！你们不是改造人吗？真不像是我会做的事呢。视财如命的狡兔窝，明明不管别人，只顾自己。二龙咆哮。难道说，妮可意外的是个好人？啊，好人呢？你这个尖叫是不是太延迟了一点？久等了，其实我们已经上线好一会儿了。安比和比利都在闹腾，你可能忙着赶伤，所以没注意到吧。所以说你们都听。不用觉得害羞或丢脸。我没有害羞。不要说其他废话了，保险箱夺回作战，继续进行。保险箱在这里。啊哈！左边一个锁，右边一个锁。委托机械。OK。这次哦，它依然是无法播放的状态。交给我吧。太好用了，这还是资源型的角色。哎呀！好吧，好了。大炮。哎呀！杜鑫。哎。开 VPN 啊 ，VPN 可以随开随关啊。我们这个 VPN 呢，它可以指定哪个城市要开，哪个不开。目前玩这一款是不用开的，非常顺畅。留心敌人。你们状态如何？并不完美，但不影响作战。不愧是专业人士。加倍封魂！嘿，接招！哎呀！哎！嘿！枪真不错用啊！想好了，一哈，牛仔来喽！哎呀，右边还有钱可以拿。那我们身为一个封闭者，拿了这个钱好像没有用啊。
原来如此，舰长的设备遭到了神秘黑客的。原来不是因为妮可压低委托金而生气。原来你们还有更多的钱、啊、我是不是听到你们其实还能给更多的？安比，不要说多余的话。按照神将的说法，我们排查了 HDD 的安全隐患，那按照这个推论，赤牙帮的人抢这个保险箱也并不是自己用，和咱们一样的。如果不是神将意外介入，那和这位幕后黑手对峙的应该是我们自己。幸亏有你啊，店长，就像星辉骑士的好搭档云铁猎犬一样可靠。谢谢夸奖。对于比利来说，刚刚几乎是最高程度的赞美了。哼，当初看酬劳还以为是个普通的黑吃黑美差，结果又是这种背后有猫腻的活儿。回去后必须尽快摆脱这个烫手山芋。妮可，我建议加快搜索速度，如果再受侵蚀影响到意外。你是说那个赤牙帮大叔遭侵蚀异变后变成？没错，那个杜拉罕恐怕还在空洞里持续寻找我们。安比说的对，得加快脚步。神将，拜托你了。公安不是来了吗？公安去哪里了？空洞裂隙推测将转移到下。比利有一些疑问。空洞裂隙是空洞内空间失序现象的表现之一，数据特征显示踏足其中会会去第二层。没问题啊，那就去第二层了。而且还有第二层呢。接下来可能有点难受，没关系，我们是老练的盗洞客。深渊二层，不管经历过多少次，还是感觉不舒服。这要回归就不简单了。非必要时，我们会尽量避开裂隙。不过这次可是有必要的。哦，保险箱就在这里吗？先别急，注意观察周围。如果走太多的话会累积压力值，压力值爆表了就会发疯。这里的空间失序效应还在，探索时会增长压力，要规划好前行的路径。没问题啊，这事儿你是专业的，你说了算。敌人失衡值提高了，发疯了。休息区可以补满。会有美德冒出来。这个是最后一步。回复全队100%的血。这种道具啊。走这个小地图就是来让你累积这个美德的啊。找到了。哇，真是走运。那是我的保险箱。感应到了流萤。找到了。真是走运。那是我的保险箱。可恶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和我们作对，就像我在跟你客气。你还狂暴化了，小心！谁管你？快把老娘的东西还来！很好，你可老大也狂暴化了。不妙！我大要干啥？往前刺了一下。离我远点！剩下的交给我。还是双枪侠的攻击包啊！交叉火力，不会很疼的。星辉荣耀欢迎。
到几个没到几，他这么多伤害。那些不是可以打铁吗？有啊，像这样子啊，回避啊，回避之后可以闪出超级大招，看到没有？我是全回避啦。终于，直接换人也可以。终于找到你了。现在欢呼胜利还太早，尼克。我们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。用于规划逃生路线的数据被删除，原本的脱离路径已经无效了。啊，你说我们出不去了？手游啊，依然很累，千辛万苦，打不过的关卡回到了原点，没想到却是终点嘛！这是连线游戏啊！我还没有和莫妮卡大姐姐共进过晚餐，好不开心。冷静一下，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。现在说谢幕台词也为时过早，我还有一个办法啊，极限回避换人也可以，也可以反招。我同意。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入侵我系统的神秘人说过，保险箱里的东西具有和罗塞塔数据类似的价值。如果那是真的，我们应该可以利用它从空洞出去。我同意，我刚刚就说过了。这不是你的委托人要的东西吗？都这种生死关头了，如果老娘出不去，谁来把保险箱带给他？尽管你已经知道密码了，对吧？是的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们，这毕竟是一次赌博，我还不清楚强行读取数据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稍等，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你的本体在空洞外，明明可以一走了之，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回来帮我们？你有什么其他图谋吗？你们没付钱，到底在说什么啦？安迪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是你们的神将啊！我承诺了带你们出去，就一定会带你们出去。当然，我预留了后手。一旦这边失败 ，HDD 系统会立刻在神网上发布一条救援你们的委托。到那时候，我……放心吧，要是能出去，不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会去店里救你的。如果结算委托金时也能这么爽快就好了。哎呀，要是真没办法了，我就去找警察救你们呐。公安来很快的。不要吓我。醒过来。使用条款及条件，不得授权他人使用。我知道，同意。不得转让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让。店长，你做到了。您同意，如果为保护您与本存在，全部同意。最好去店里。使用条款。请问您是否同意上述用户条款？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授权协议签署完成，让我们一起将新艾丽都。你终于醒了，哥哥，别担心，已经没事了，你现在安全在家呢。我被侵蚀了，差点无法登出啊。我怎么回来的？那个数据芯片呢？妮可他们人呢？还有，我是怎么回来的？冷静冷静，你刚刚恢复，不要太……情况我会慢慢告诉你，你先说说读取芯片后发生了什么。好温柔的妹妹啊，妹妹都是这样的。听起来像是梦话，或者是精神科重症区的聊天记录。总之你的遭遇我大概知道了，在你读取数据芯片后，我们的帮部就失控了。我们以为逃脱计划已经失败，结果帮部却突然动了起来，带着妮可他们一路奔向出口。这个过程中哥哥就陷入了昏迷，不停抽搐和抑郁。好吧，听起来挺吓人的。不是听起来，哥哥，你刚才是真的把我吓得够呛。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妮可他们赶了过来，妮可他们已经出发去调查内情了，虽然大部分都用作诊疗费和帮部维修费了，不过、
真正的坏消息我还没讲、哦、请到坏医生的是去电脑那里看看吧，这么贵啊。不要被吓到哦。嗯嗯 Ferry 你在吗？你要的人到了。